线啊，马德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你没画面，你不会开视讯了哈？不会了。好。怎么没画面了？干！是啊，为什么不行啊？我要怎么连跟我这个连线呢、啊？探戈安安。啊，维斯，谢谢维斯。干不是、啊、怎么连线呢、啊？不。原本进去再进啊，插主机底座的 USB 孔或长按 Home 键，手把用 USB 线连主机一次。我干，还要这样啊？主机底座，你等我一下。可是主机底座是没有 USB 孔啊？哦，你说大颗吗？大壳里面的 USB 孔吗？感觉是这样。那等一下，有 USB 孔吗？大可左边不用拆背后哦。大家好，小小羊儿拉拉酱还有卡布奇摩诺，谢谢。哦，有了，睡瑶。我先把标题改掉。
啊，对，我有试玩那个 SE 的新 RPG， 其实还不错啦，不过也是晚上睡着，现在比较没有耐心玩这样的游戏，不过真的还不错。哎，我按了什么？哦，一直按到 A 啊 ，A B 部分，操！干，妈的，代练哦！马上秘鲁蛋说带我。哎呦，好大声哦！你们觉得游戏太大声吗？好像有一点哦。等他做好妆再带，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。那我先解村镇好了，反正我村镇也欠很多。走错了，干，又以为是以前。我们来解村镇吧，高难度黑狼鸟，好，就是你了。下位有什么好高难度的？吃饭在哪？哦，这是。呜呼！厉害。水哦！有人知道 Pro 可以无限吗？我知道啊。不知道黑狼鸟在哪里、欸。10号 ，OK OK。好，睡觉完。好大，这次好大，我干你！哦，我忘记怎么用了。哦，反击的是要按住，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对，看几天没玩就忘记这个武器怎么用了。哎，干你啊！
对吧、啊？哎呦！哎、欸，哦，按 R 才是。哎呦！买照哦！学！哎呀！啊！干！靠腰不是换大只吗？哎哎哎哎哎！操！哎呦呀！哦干，不要！没砍到头，刚才有点亏。哎、欸，看几杯。哦，好难哦，妈的，不会用。算了。新武器真的好废啊！这是下位啊！我用狙装在打哎、欸，不是还是打不死、欸。干！有了有了，结果结果，刮不到，干！哈哈哈！我操！我竟然被打到。他小啊！
我靠，你俩居然被撞两次。还敢没毒啊？白痴啊！结果结果，要死了。算了，给你走。怎么会有补吸带陷阱呢、欸？好屌、喔！他应该也是五号睡觉啊，四号不知道。我的妈咪呀、啊！这个有点烦啊，这个。操！真的不适合用这个。哎、欸！状况就打赢下位了，果然。可是打 G 我就一定死了。不六，我已经拿最高等级的武器了，就很高啦，很高等级的武器，打一个最低难度的，打超久的。这是上位的，不，这是下位的，这是在春刃哦。负六，再两个月就三年拉波浪符。我记得香哎 ，VYRI， 谢谢。我记得香港人开实况，那个比如说像达哥那种，聊天室都很喜欢打负六，就是讲说是你赛道的意思。因为负六是应该是辅 log， 就是类似就是你运气很好的意思，我记得是。对，福禄是不是？福禄寿的福禄。一对巨乳。是很吉祥，没错啊，但是就是好运气的好运的意思。哎、欸，
巨乳一对说话。醉了醉了醉了。所以英雄联盟的角色是弗洛杰，不是啊，不是吧？用法又跟幸运好像有点不一样。弗洛的意思其实 还是比较趋近于好赛哦之类的，就是 有点啊赛到了这样子那种感觉，比较像那样子，语气上。对啊，还是有点侥幸的感觉。对了、啊、对了、啊，像香港人来解释应该会比较对。好赛杰，他是来自桌球、哦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桌球、哦、是吗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不要走！Fluke 这个英文吧，真的假的？你真的会很多广东话？没有啦，还好啦。单刷也太辛苦了。没有啊，这是村镇啊，村镇一定是一个人啊。还好啦，怪的血就会比较少，所以其实还好。有趣有趣。最后想被电哦、喔，干！谁电谁还不知道哎、欸。砍屁眼、欸！呜呜！哎呦喂啊！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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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完了！下来干！干，他应该劈下去的。哎呦喂啊！干，被人开到大绝。另外一只是。结果，结果，隔壁喝个水，大家不要紧张，马上回来。Go。他把另外他把老公撞下来，太坏了。Oopsie。
厉害哦，干！啊！没逼到，好亏。我被刮到了。他。探探呐、啊，怎么了？他跳下来 miss， 有叫一声很奇怪，你有听到吗？我没有。探探呐，你怎么了？跳下来 miss， 然后抓到我腿啊！哇，干，果然生病了，能力下降。丹丹，啊吐了，他吐了，哎、欸，别不要吐在行李箱，拜托拜托。丹丹，不要吐在行李箱。丹丹，在外面。那里已经变成他们的呕吐场。对呀、啊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，随时吐。唉，怎么会生？怎么会生？生病呢？可怜。离土喽！脚好痛哦 ！K 塔78，谢谢。两个一起飞出去了。好可怜啊，打自己人。掉洞嘞，厉害哦！
巴还是没断，真惨。宵夜麦当当，谢谢。烟鬼猫，谢谢。干，你真的很会耶，这个龙干劈到可能就差不多了，说。雷雷被踩了，哎呦。哎呦，干你！我以为不知道什么东西没挖到，呵呵。生菜猫松，谢谢。哥哥晚上好。晚上好。谢谢鹰仔。太晚来敲了吧，两位。火龙灭门案，谢谢猪肉。
有玩 Frontier Z 的计划吗？好像之后会工商吧。买 MHX 让 Licky 玩猫了吧？应该没有哎、欸，他说应该还是不会玩吧。之后如果有新的带再说吧，一起玩这样子，一起从头。高难度重甲虫，高难度天地征服强者，哎、欸，赞呢！今天打的都很赞，都不用打一些妈乱七八糟无聊的东西。Nice 哦！想开高难度的精英火龙，可是贡献度不足，就慢慢解吧。我也解超慢的。只是这一代有螳螂装之类的，可以让护食需求降低。可是我觉得有螳螂装之后，护食大家就会更想要刷到顶天。这什么地方？螳螂装已经可以无痛出很多技能，真的。可是大家想要把护食刷到一个顶天，然后有痛出更多技能，这样，超贪心。我不知道啦，我还好啦。这一张图他们在哪里啊？重甲虫。五号哦，嗯，我想也是。哟，重甲虫应该比较好打了吧？看屁啊！先把你们这些臭。哎、欸，怎么打完就不见了？干！哪里走？干，应该这吧。看就是九号了，一脸香酒。有 Lenda 4760，谢谢啊、哦。六探晚上好。好，我错了。去九号。啾！嘣！哎，毒毒的。这武器练多久了？我开台湾多久就是多久。干，找不到啊，妈的！气！嗯，等世界出。但我又觉得 MH 好像。如果可以面连的话，感觉蛮好的，那种感觉很好，就少了一点味儿啊。可是当然啦，
画面啊什么干嘛都是大进步，那当然很好。怎么都不见了呢？面对面网连干，还要扛 PS4 啊？那种感觉就是，比如说，跟朋友一起，比如说坐个车或什么干嘛，或是去什么地方，然后比如说有带一个主机，去小玩一下。当然可能不会常常连，可能绝大部分都还是用那个网路连这样子。可是面连也是蛮有趣的。出现了，终于。哦，有够硬！哦，好硬，干，真的很硬，我他头砍不进去。啊，臭！喂，干什么？干这么远？干，死吧！干，我是不是没急瓶子？硬啊！你过来一点啦，妈的嘞！他过来了，合体了是不是？哎呦，干嘞！没体了。喂，我操，跌倒是怎样？干，没回到。我真不懂这次的动作，超不懂。好。
甩尾了，甩尾了。哎，别！哎，超级追不到他们。换只了，干！我要去把罐子补满，然后用大绝招砍他屁股，希望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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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砍不太到。干！掉他的屁股耶，干我真的。What？ 哎呦！我干！干，没砍到。哇！不要走！不用，麻烦呢。他应该去睡觉吧，那我应该可以一刀劈死他，用我的哲学斩。耶、yeah, ，好爽哦！哦，好硬，硬硬啦！干！哎、欸，厉害！
哭攻的不重要。睡觉晚安。Go! 不知道第一只在哪边？第一只是什么？轰龙是不是？嗨嗨，今天是单人狩猎吗？我先单人啊，卤蛋做个装，他等一下要一起打，再一起打。阿轰啊，在哪里啊？谢谢 Z Sang。干阿轰了哪？90-11 ，OK。干这么下面啊？呼！
Go。轰啊！去哪了？